刚刚说了这个啊，就说的比较的清楚啊。其实同学们提了一个，有一个刚刚课间的时候，同学有几个三四个同学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同学们考虑考虑。他说这个标识符啊，这里写了两个式子是吧？这是一个式子，这个式子，我能不能把这个式子去掉？我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标识符的定义。它不是这个是里面有字母数字串都在里面了吗？这个，而且这个确确实实这个集合比那个这个集合很大的，是不是很大？非常大，是不是？你加了个头以后，这个集合可能还变小了，是不是收缩了？它缩把啥东西缩掉了呢？把数字开头的那些串都去掉了，对不对？它有了这个头，有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式子的话，它表示了一个，你听我这么讲啊，就这个正规式，这是一个正规式了，所以这个会看出递归了。正规式本来 A 是一个正规式， B 是一个正规式，是不是啊？它现在用了个或还是正规式，用了一个乘还是正规式，打了个星还是正规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来一个乘，可不可以啊？反正用这三个层次，你有限次的运算，往上挪，我觉得集合是，等等挪上去的集合不一定是越来越大。我差点要说错了，我说你落越来越大就错掉了，是不是又错掉了？你这个落上去是不是越来越小了？对不对？就说你落的话，这落复杂了，再落，所以你愿意弄到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集合啊，一个集合。那么它这个集合里面呢，我们假如是去认识它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认识，就这整个是一个正规式。它定义了一个正规集，然后呢，我们总说这个正规集里的元素是什么？是这样是吧？这元素是阿尔法的斜杠，阿尔法是怎么样构成的？阿尔法是取自头取自这部分，它的尾取自这部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字符串里面的这个正规集，这个正规集就它是这个正规式所定义的正规集，正规集的元素是什么？把结构分开来的话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它构成的，是它所描述的集合，第二部分是它描述的集合，这句话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好，这部分集合是什么呢？是 A 或者是 B， 对不对？后面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头很简单了，你说 A 或 B 这两个人，要么 A 开头，要么 B 开头，对不对？然后呢，尾巴呢很复杂，尾巴呢可能什么也不跟。可不可以啊？这一不收浪是不是不能丢啊？如果说这个集合里面没有一不收浪的话，那 A 怎么表示？这标识符 A 能不能表示？就表示不出来了，是表示不出来了。你死活要后面跟一个人嘛，对不对？就用一不收浪就把你说，所以这里用个加的话就错掉了。用加差别在哪里？这个，这是用加，用正则闭包。就没有一不收浪了，是不是啊？没有一不收浪呢，就定义这个标识符，这个标识符啊是规定这个必须是两个字符，一个字符定义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你有 AB 后面必须跟一个人嘛，我没有空串嘛，是不是啊？跟不出来了嘛。所以说这个，那么这个里面的尾巴是什么呢？那就是 AB 零幺，你该怎么写你想怎么写，是乱七八糟的写上去都对，是不是这意思啊？都对，好，所以这个呢，同学们要把它，所以看集合的话，我是这么喜欢的，我这么喜欢来分析这个集合，我就说，你要说清楚集合的话，你最好的办法就说清楚集合的元素是什么，是怎么构成的，你把它分析清楚。像它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它的式子这么写，那我就说这个集合怎么构成，两部分，以什么为头，以什么为尾。哎，如果同学们说后面还有个式子，可不可以啊？可以，是不是啊？后面还有式子，比如说写一个，把这个 AB 啊，再写一下 A 或 B， 再写一下，那我怎么解释啊？那你会怎么说这个集合啊？我还说这个正规式，这个正规式的元素有三部分构成，对不对啊？它的头是 A 或者 B， 中间部分是 AB 零幺，反正乱七八糟怎么写都行，可以写得很长，是不是啊？也可以不写，一个不写，你写一个写两个三个四个随便你怎么写，尾巴是什么？啊，尾巴是 A 或者 B。假如说我说写一个这个，当然不是标识符了。我说写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必须以 B 为
你结尾的这个集合怎么写？你后面把个 B 写上去就是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在作业里面就有这有类似这样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大家必须要学会的。一方面是出于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假如说功利方面来讲的话，这种东西的话，出题目最好出了，要考试最容易出题目，对吧？你不管是我们的考试还是研究生的考试，这个题目是无穷无的，随便这写一个东西就是考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必须要搞清楚，这对我们认识这个集合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是不是描写集合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说这个集合就长得非常漂亮，这个集合是不是非常漂亮？用正规的话是长得很漂亮的意思啊，对不对？很正规了嘛，对吧？本来集合是个乱东西嘛，是个箩筐嘛，是不是啊？那现在是个很规范的一个东西。好，那再看看这个，再看看这个表现是什么东西啊？首先，这个它一定是在这个字母表上定义的集合啊。哎，你比如说，哎，二怎么没有的呀？你说我写出个集合来，里面出现了二的话，就完蛋了，就错了。因为字母一才是零一啊，你猜还有个二还出现了，那就错掉了，是不是啊？不是它的。那么说这个集合描写什么集合啊？说这个集合的头是什么？是零或者一，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对，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所以简单的话，如果一个字说清楚，就说一个字。如果两个字说就是说两个字，那三个字说三个字，要简练，你说看谁能说的少。我说一个，看你能不能打破记录啊？咱们打雷，我说是个零幺串，是零或者一，它就串嘛。串的话是你两个、一个、三个、四个，或者随便怎么说，啊，类似这样说法，是不是啊？你看我前面的我就是说是字母数字串，五个字，对不对啊？也是很清楚。啊，零幺串，所以这个，那么这么连起来，它定义了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哎，同学们就说，哎，这又是多了，零幺串不就表示数字吗？那么这头上去掉，可不可以？去了嘛，你去，你只管去。去了问题是，你这个东西表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要说，你说是数，要表示个数的话，你把零幺去掉，可不可以？那会变成什么？啊，对了，表示什么也没有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写，这是不是个数啊？因为什么？你这个没有了以后呢？这是个心，心里面不是有个元素，不是个空吗？啊，空就是说也是集合，也是数，那就不对了。所以说为了那个话是吧？所以把这个加上去。所以说严格不严格？但是严格都没有话说了，就是为了一个人，是不是为了一个人啊？是不是为了补那个洞啊？为了补那个洞加了这个帽子，对不对？假如说这个数空也是数的话，也是数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拿掉了。好，如此啊，那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以 B 开头的 A 串，对不对？这个 A 串也可以是空，单个 B 是不是啊？也可以吧？也可以。好，那是这个呢？又怎么说啊 ？A 开头的 AB 串。啊，那这个嘛呢，你可以，我们不说最狡猾，不能这么说，最清楚的说法，说这个串三部分，以什么开头，以什么是肚子，什么是尾巴，可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说了以后，你觉得这三句话里面还有可以归纳的话，你再把它拿两句话一归纳，那可能会更清楚，对不对？好，如此，所以这个东西呢都可以到学会。你看这人家说的很好啊，西格玛上面的含有两个相连的 A， 相连的 A 或者 B 的字。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两个是肯定有了，这个串里呢，要么两个连续的 A， 要么两个连续的 B。至于头尾是什么呢？头尾是什么呢？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同学们看看还有没有看出问题来了？好像有点问题哎。他是说 Sigma 上所有含有两个连续的这个 A 或 B 的字。是吧？你就把它写了一个，这个字啊，就是个串的意思啊。这个字，它现在就 Sigma 上的这个，Sigma 上面的这个一个串的话，都叫一个字。那么，说这个串里面，它这个事情它表示的是什么？说头和尾啊，是 AB 串，是吧？头尾是 AB 串，中间呢，两个连的 A 或者两个连续的 B。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到，这头尾是？头尾是一个
AB 串这句话能够变成 Sigma 上所有的这句话呢？它漏洞在哪里？你所有的话，那好，我写一个。同学们一定要把它的搞得很准啊，搞得很准啊。在不在这里面？啊，我这个字零 A B 一是不是它的？哎，不是 A B 一 A B 这 A A 或者 B B， 我这句话是不是符合这句话？符合不符合？符合不是 Sigma 上所有两个连续的 A 或者 B 吗？ Sigma 上吗？啊，就是 Sigma 上面是什么？ Sigma 是这个。Sigma 上所有的含有两个连续 A。那 Sigma 上面，那么在 Sigma 上面，这个我这是这个东西，这句话符合不符合他这个说法？啊 ，Sigma 只有 A 和 B， 对，这样子，他都对了。所以说，假如说我们这里还有零幺的话，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啊？零幺就出了。好，同学们看出来了，那很好，这就不要搞准确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这个定义，刚刚是把定义搞清楚了，是吧？同学们刚刚找到了一个漏洞，就非常好啊，搞清楚。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某种意义上就是定义在什么身上的，对吧？刚刚这个东西是定义在 AB 上的。不是定义在 AB 零幺上的，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刚刚这个就是一个错的，说这个东西不是 Sigma 上的字，对不对？ Sigma 上没有零一啊，对不对？好，这很好。好，前面的定义搞清楚了，但是我们搞数学的话是怎么的呢？数学这个虽然我们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数学系统，一般数学系统是怎么定义的呢？怎么来建立呢？一个是先给出公理，比如说公理。公理是什么？公理是最赖的、赖皮的东西。什么叫赖皮啊？它证明不了，反正说这就是，对不对啊？公理。有公理呢，再推出定理，是不是啊？定理完了以后呢，哎，推论。那推论它要建立很多的公式，是吧？运算的法则。然后呢，说你用的公理或用这个推论出来的东西，我都认为真的。如果证不出来的话，那这个定理够呛，反正我现在不承认，你再去证，对不对啊？好，所以因此这个推论啊，就是这个代数系统的一部分。推论里面呢，它很需要呢一些法则，那么这些法有了这些法则呢，会使得我们这个系统呢会更加有力，有力气 power 更加有力，就是做起来的时候会很方便啊，不会有人费了好大的劲这个做，虽然说这是一个公式，人家已经推出来了。好，我们这里呢给了这么一串公式，这种公式实际上同学一看就是数学上的交换率、结合率、分配率，说这三个率啊在我们这里都成立。哎，同学们千万不要认为，哎，你给一个系统嘛，总共三个定律都有的嘛，这不是天然的。那看你这个定律，这个你原来定律定义的这个代数系统啊，是不是这个能够证得出来？如果证不出来的话，不一定有，啊，哎，我们这个呢是，所以说这定义是需要证的，啊，需要证明的，证明了那么那就是这个有了这个东西了，那我们那就要证一下看，那这个最简单啊，这个或这个，哎，这个等于这个，这是交换率，那两个人换了换了，优惠率交换，说为什么？那我们要证明，这同学们要证明要靠什么东西来证明？怎么证明法？哎，这里的证明啊，就是又有一个道理了，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刚开始定义了一个东西以后啊，你开始马上要证明的话，那一般是从定义出发，因为你现在是一无所有啊，你除了定义之外，你没有东西，你手上没有东西嘛，那从定义出发，那什么叫定义出发呢？那就是说，它要等于它的话，那只有什么东西来说呢？你不是两个正规式嘛？正规式不是表达正规集的吗？假如说它所代表的正规集和它所代表的正规集两个集合一样的话，那就没话说了，那我就认了，是吧？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在这里的证明那只能从定义出发，
好，这是一个定理，一句话。还有呢，这定义上怎么个出发法呢？那就是我证明他们两个所表达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好吗？那我们就算是一样，是吧？我是一样成立。好，那这个它是代表的这个集合是什么样的集合？这是一个正规式，这是一个正规式，是吧？好 ，U 的正规式，这个和 V 的正规式，他们两个和一下，得到的新的集合是什么呢？这个集合里面，这新的集合是什么呢？这些元素是什么？是怎么构成的？这个元素是和这里面的，和这里面的，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新的集合是什么？这个集合是什么？是 LU 再并上这个 LV， 是不是啊？那么它呢也一样嘛，并是可以换的嘛，并是可以换的，是不是啊？因为那个运算可以换，所以这个运算可不可以换是经过证明出来的。证明了以后，是因为这个集合上面的这个定的运算是可以交换的，推到这里，我们这个变成正规实例，这个货的运算就交换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的，好，这个清楚了，如此就是你下面就好办了。那看看这个，那这个呢是括号打开是一样的，是不是啊？要是这个就这个是个正规式，这两个也是个正规式，说这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里面的元素在。和这个里面的元素结合起来，是不是啊？甚至也就是三个打开的话，就三个东西合在一起，是不是啊？三个和起来就是了，是不是啊？三个结合加在一起，那么如此都一样啊。那这里只要知道的，比如这种结合，你只要知道它是就这个结合，它这个东西所表示的结合是什么呢？这个结合里面是以它为头，尾巴呢是它或者它，是这样，听明白了吧？这个它所表示的集合是什么？这个集合的元素要么是属于它的正规集 U 的正规集，或者是它们两个里面的正规集，是不是啊？那这个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啊？反正这条路大家可以做就很容易把它这个事都把它说清楚啊，把它说清楚。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这个习题里面还有这样的题目，就希望同学们能够这个用数学的方法啊，数学的方法来把它说清楚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二节了。这里面第二节，这个有了正规时啊和正规级的定义以后呢，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有限制动机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有限制动机，稍微我们也翻一翻理论性的东西，你都会翻到这个有限制动机。有限制动机 DFA 啊，一般写的 DFA， 这括号我们有 M， 那就是 M 是一个是。这个有限制动机就是有限制动机 M 啊。那么这个说这个什么是个有限制动机呢啊？它的定义是这个 M 呢是一个五元式，哪五元呢？是这个五元，那么其中啊，像数学式子一样，我们呢先把这个式子呢先说一遍，希望大同学们呢能够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呢再把它这个精确化，把它形象化，是不是啊？哎，那当然因为这样念起来是比较枯燥的嘛。好，我们做一个，首先呢说这个有限制动机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是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状态图把它精确化，把它形式化，是同学比较想到的状态图。状态图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状态图里面有状态，对不对啊？还有呢，输入字符。好，这些东西都是被我们抽象的对象，都是要被我们抽象。那同学们在想，这些东西怎么被抽象的？抽象成什么了？好，这个状态图就是五元，那这边一元也说过去了。S 是有限集，它的每一个元素是一个状态。啊，这句话就对了那个东西了。第二个呢，西格玛是一个有穷字母表，它的每一个元素呢是个输入字符。这输入字符是什么？在我们状态集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箭弧上面的标志，对不对？箭弧上面这个标志，状态图不是有一个箭弧吗？有个弧吗？这弧上面有个标志吧，对不对？我们说零状态上面输了个字母，不是那个标志吗？啊，输入字符。好，第三个，这个很重要，这最重要，最重要。delta 是什么呢？是一个从 S 叉 sigma。字就到 S 的一个单值部分影射，那么记成这个样子啊，就是 S 嘛 sigma
这是 S 是什么呢？是一个状态，这是个状态嘛，这是状态级嘛。这个 S 就是这个 S， 这个的 sigma 就是这个 sigma 啊。这个 S 和 A 分别取于这里面两个元素，那么这个元素呢，经过这个 delta 这个影射，那就是个函数关系嘛。好，这个函数值是什么呢？是一个新的 S， 是 S 撇。这意味着当线性状态为 S， 这有些写 S 小 S 啊，线性状态为小 S， 输入字符为小 A， 就针对这个啊，将状态将转换到下一个状态 S 撇，就把这个东西写开来，就它们质变量和这个函数值是表示什么的。我们称 S 撇呢为 S 的一个后级状态。这就不想这个话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状态图里面的那个图不是一样的呀？这是零，这是不是个小 S？ 这是小 A， 这不是 S 撇，是描述的这东西吧？是不是？原来是个图，现在把它变成数学化了，更加数学化了。图当然也是数学，是不是？这把它解析式子写出来了，所以这不是就又高一层的抽象啊，高一层的抽象。然后呢，有特殊的，这里我们不是零状态吗？初始状态，所以 S 零呢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初态啊，是大 S 里面 ，S 零是大 S 里面的。然后呢 ，F 呢，它是一个级，就是它是个中态级。这个意思就表示这个表示的这个中态呢可以有若干个，是吧？还可以零个。好，这个同学就慢慢的从这里啊，要慢慢的去想到这个我们的状态图被抽象了，然后呢就想是不是抽象的很完美，什么地方还有问题等等，都在你的脑子里面都要赶快这个运转，那你可以把它联系起来了啊，就联系起来了。我们先举个例子看看，就是我们一个状态，这个是有些这种叫 DFA， 我们说把它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这个矩阵的行表示状态，列表示输入字符，状态元素呢是表示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状态，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称为状态转换矩阵，就是又提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表达方式。好，这是状态机。这同学们，这是 S 是不是啊 ？S， 是个嘛 ？A B 是个嘛？输入字符 ，delta 当然它都写在下边了，它很长。这是什么？初态。这个三是中态，是吧？好，那么其中 delta 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有限状态制动机，有限状态制动机。这个，那么这是一个这个 DFA 啊 ，DFA 有些字。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在看起来呢，当然是清楚也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存储的时候，存到计算机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再找个形式。那么这个形式呢，就是我们状态转化矩阵。那这两个是等价的，就这部分东西啊，跟它是等价的。再看。就是这个零 A， 那个零状态 A， 那么它到一，它变成一状态，是吧？所以又找到了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是好像看起来是个解析式子，那这个呢又是一个这个转换矩阵。那前面呢我们有个状态图，是不是上样东西了？前面不是有个状态图对吧？上一节讲个状态图，然后呢这里呢讲了一个这个有限制动机，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状态。这个转换矩阵，这三种表达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这个怎么写很清楚吧，是吧？把所有的状态列下来，所有的输入字符写在上面，然后呢在这个零状态下面，如果输入 A 的话转到哪个状态呢？转到一状态，就比较这样的表现吧。然后在二状态下面，如果输入字符是 A 的话，它转到一状态，就这么个来读啊，来读。所以这个呢看起来呢，这看起来呢比这个要更加清晰一点，同时呢当我们把它放到计算机里面呢，也会更加这个方便啊，更加方便。
然后呢，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还可以这个再有个这个表示啊，表示这个样子，就是刚刚这个，刚刚的这个这个，有线自动机，有线自动机啊，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状态图，就形成这个样子了。这些呢，就是三种形式都给大家了。是吧？前面这个不是用解析式子写出来的，就是刚刚写在这里，这个什么德尔塔，这个德尔塔的这个零 a 等于一，有这种写法，是不是？是一个写法。然后呢，变成这个矩阵，然后呢，给一个这个。那么这三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各是各有各的这个用途，特别是这个啊，现在我们特别是这个的好处在哪里？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呢是有点死的，机器里面存储是比较方便的，是死的。那这个东西啊，是我们要说明的，是个活的东西。它活的东西在活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要活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个开始状态。说我要说这个东西，你要描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字符串被你接受呢？这什么样的一个字符串是你这个状态图能够识别的呢？那你从这里看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对，我要写一个说这个AB 或者写个这样的东西，说 AAB 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被这个自动机接受啊？能不能被它识别啊？那你从这个上一下看不好看，但是呢，从这个里面呢就很好看。怎么好看呢？我从这里开始状态开始，然后呢，我说你现在是开始个 A 吗？对不对啊 ？A 好，那我看看在这个状态下有没有 A， 来一条 B， 还有条 A， 那有 A， 过去了。好，在 A 状态下面呢，说我现在说这个移到了这里了，小 A 了。问他这个 E 上面还有没有 A 啊？哦，他是有 A， 一个 A 呢就到这儿了，到了三了，是吧？到了三，到了三以后呢，这个。这里呢就到了 B 了，到了 B， 那么就是问在3上面呢，你还有没有 A， 还有没有 A 啊？啊，没有 A 了。那么所以说，这个 AAB 呢不被它识别，或者说这个状态机呢，这个有线自动机呢，它不接受你这样一个串，啊，不接受这种串，就被它识别了。如果说在这里看，就是看得比较累，是不是比较累啊？是比较难看的，是吧？它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东西啊，那你说三个这一个 A 串，任意一个 A 串，这个东西被不被它识别啊？这个能不能被它识别？这个图能不能识别？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陷阱啊，你小心，行还是不行？行。行，一个 A 过来了，是吧？你两个 A 过来了，三个 A、四个 A、四个 O 都过来了，是不是意思啊？被识别了没有？对不对？这记录对不对？对。这个它表示什么东西啊？还有一部分人在里面，是不是啊？那一部分人在这里行不行？就什么也没有，那就不行了。是不是啊？什么也没有，所以说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就是这里要把这个再挂上个圆圈，这个状态，既是起始状态又是动态，那可以，是不是啊？好，那这大家就理解了，是吧？就理解了。嗯，这里呢，就是我有些活的东西在里面。好，下面我再举例子了。嗯，这个下面说。S 是它的状态有零一二三，然后呢，它的输入字符呢是 AB， 然后呢，这个 sigma 星是什么呢 ？sigma 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些阿尔法，这些阿尔法呢，可以有 epsilon， 或者呢，这个阿尔法呢是 AB 的任意组合，这个 sigma 星里面是这么一些东西，对吧？嗯。然后呢就说了，这里是什么都它能识别一些什么东西，说 AA 是属于这个嘛新的，说 AA 只是两个 A， 那刚走到这里了，对吧？所以说可以被它这个识别的，
从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找到哪些是贝塔射频，哪些不被打射频，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还有 BBA 呢 B 还有 B 还有 A， 那也是可以被打射频的。所以这个里面有被识别的，有也有没有被识别的啊。只要从这里面说，从开始服，从开始什么叫识别，什么叫不识别呢？不能识别识别呢，就从开始状态开始走，如果你能找到一条路径，这个他说经过的这些箭弧上面的标记，这个串起来，正是你所要的那一个这个字符串，同时呢它是停在中态，那就是被它识别了，是吧？好，下面呢举一些有实用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一种语言里面，它有一种叫科学表示法，有一种语言叫科学表示法。科学表示法里面，它对数字常量，它给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它用正则表达式来表现。它表现是什么呢？正则表达式是怎么表现呢？是这一串是正则表达式，这一串是表示数字常量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现在呢，要我们呢写出这个正则表达式它所对应的这个 DFA， 要写出这个正则表达式所对应的 DFA。 好，那么这个数字常数实际上呢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呢？是这样一种格式，这个前面有一串整数，然后有个小数点，这一串整数。好，下面呢就是个一，然后呢可能有正负啊，正或者负，然后呢再有一串整数。就假如说我们定义啊，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语言里面说这样的一种数的写法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下面的问题呢，这样的写法你能不能写出它的正则表达式？第一个是把它正则表达式写出来，第二个呢能不能写出一个这个DFAM， 就是它对应的这个有限状态制动机，是这样。好，那么它先说第一个问题，它正在表达式呢就这一串引进去来了好多的符号，同时呢后面的表达呢是它的这个一种扩充的表达。怎么写呢？就是数字是什么，所以这种叫数字。因为你这种你可以写零或一或一直或到九，那么这种表达呢就是它这个书写接受，这是一种原语言接受它。然后呢这个呢这个写法呢，那就同学们看看这个写法是表示什么意思啊？它表现了什么？这 NAT 是表现了什么东西？是表现了什么一个集合啊？这是什么集合了？这是不是这个零一二括号起来的一个加？是不是这意思啊？对不对啊？把这个写开嘛，那这个就把这个带进去吧，是不是把这个带进去啊？我说这个方括号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零一二一到九这么个东西嘛。这个东西的加，它的正则集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就是数字串嘛？但是呢它就它的数字比星号不一样吧，就是把那个空窗拿掉了嘛，对不对？空窗拿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个整数了嘛，是不是整数了？整选项数是个整数了，这是不是个整数表示了？任意长度的整数，听明白吧？是吧？好，那再看看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前面加了一个符号，这个同学们，这个括号问号，这个式子见过没有？就这种表达见过没有？他这种就是我这里说的，就这种表达，就这个方括号包括圆括号的一个问号，这个同学们也是应该知道的。这是我们计算机专业里面的必须了解的东西，这是元语言。比如这个括号一个问号，把这个里面的东西一括号一问号，那表示什么？啊，可有可无，就是你可以写一个，就里面的东西啊，
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那就像一个正数一个数，比如说五，你的正五可不可以？可以，正方不拿掉是不是也表示正五啊？那正五符号就表示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就说这又表示一个带符号的整数吧，是不是意思啊？这句话是不是带符号整数？带符号整数是什么呢？你前面有正符号的是带符号整数，前面没有正符号的我也是带符号的整数，是不是啊？就这个含义。然后呢，这个呢，这又表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带符号的整数，是吧？一个带符号的整数后面呢一个点了一下，又是后面是又是一个整数串，是这意思啊？又是这个嘛，又是个整数。好，那现在就说我们把这么一个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先给这个 NAT 这个图是不是表示了这个公式？是不是数字串输进去的任何的数字0 1 2 3，这是表示一类嘛，是不是啊？0到9的这一类是0 1 2 3，并不是说11，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是10，也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是0或者1或者2或者几这么个东西。好，输进去，然后一直在打步，这个结果是什么？什么东西被它接受了？是不是整数被它接受了？整数被接受了，对不对？好，在下面我们这个大家再兴奋一下啊，看这个，我们这个呢就把这个再表达一下，把这个，这个的表达就是实际上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面加了这一段，是吧？那这种怎么表示的？这种就这一块，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你可以说加号，如果遇到加那到这里来，如果遇到负号那到这里来，如果什么也不是那直接到这里来，到了这里来以后是什么呢？就是一直转。那这个是不是表示了表示了这个这一段啊？就这一段的它的状态图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说要这一段，那这一段到这里已经有了，然后呢这一段这里已经有了，是吧？那我们下面把它合起来，要表现这个式子，要把整个把它合起来啊，整个把它合起来，整个合起来呢就是把这一段，同学们看，把这一段拿过来，然后呢把这一段拿到这里来，中间一个点，是不是把这个整个式子拿出来了？对不对啊？就这段式子是怎么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带符号的这个小数，就是用了一个叫科学表示法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式子，它的有限状态自动机就表达，对，就写出来了啊。现在从中就想到这个是不是又可以，我们的编程序都可以这样编的嘛，是吧？好，下面呢就举一些例子了。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政策时它所表示的这个 DFA， 就这个政策时所表示的 DFA 就是这个，这看同学们看，它全是中介节点，是吧？我们说全中介节行不行呢？按照定义他说了可以是正是中介级，是吧？那就可以有好多个嘛，是允许你那么多。然后呢同学们看，这特别是开始这个初始级初始状态也是一个中介级，那这为什么？那我们先走看 AB 加，好，走这里来，在这个状态下 A B 加，那就在这里一直转 A B 加，那至少 A B 加特别是有一个 B， 哎，但是这个呢 A B 新的话呢，那就是特别要注意 A 过单个 A， 是吧？是不是会单个 A 啊？是不是这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单个 A 和 A B A B B 是它的元素，是不是啊？那同学们想ABB 嘛，那当然这里都已经过去了，都没有问题。单个 A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在哪个状态停下来？在这个状态下呢，单个 A 那停在这里就是了嘛。这是不是中介级啊？现在两个状态状态，所以说单个 A 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是在这个状态停下来的，对不对？好，单个那这个呢 ，B 型的这样一个集合，它说就这是。正则是这个正则是所代表的正则集是里面的元素是什么？谁能说清楚啊？
它的正则集一个 B 一个 B 是不是啊？都可以。特别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空是不是啊？什么也没有，是什么也没有，然后单个 B 两个 B 三个 B 这样的一个集合能不能被这个 DFA 所接受呢？那么许多 B 的话没有问题，在这里面一个 B 是吧，两个 B 三个 B 四个 B 零个 B 什么也没有，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啊？对，就第一个，对，同学做得很对。所以为什么他这里面把这个圈一个圈的话是很有道理，是不是啊？就是为了管这个信号，如果把这个信号拿掉的话，可能这个卷圈也可以不要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种题目也是经常有的，对，这种题目，这除了这个有信号的看你看这个图怎么画，没有信号的图怎么画啊？好，这里还有一些例子啊，还有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串当中只有一个 B 是这个图，包含最多一个 B 是这个图，那为什么？同学们也自己下来再这看一看啊，这一个不是太麻烦的事情啊。那下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啊，非常重要的定理。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把我们刚刚讲的辛苦了半天这个讲的东西，就实际上他想说清楚一件什么事情。同学们刚才已经感觉到我们在讲正则集正则式，在讲正则集，又讲了个 DFA， 是不是这样？讲个 DFA， 那就是说这三个东西什么关系呢？正则式、正则集、 DFA 三个东西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感觉到这个 DFA 是个好东西。 DFA 什么好东西呢？就 DFA 是个机器，是个软机器，是吧？是个机器吧，自动机嘛，是个机器。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呢？同学们现在已经感觉到它是不是识别字符串的，是不是识别字符串的？说这个字符串是能不能被这个自动机识别啊？怎么识别啊？说它第一个字符从开始符号开始，这开始符号里面有没有一条符就第一个字符，有的话你就过去，对不对？然后呢一直怎么在里面转着转，这个每当然转的原则是一定要是有箭弧上面的标志，是你这里面当前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字符，是不是啊？这么转转到我这个字符呢被你看完了，就这几个字符被你看完了，你呢停的那个状态呢也是动态，要两个对上，是不是啊？字符被你看完了又停在中态，那么我说这个字符呢就被你的自动机识别了，被你接受了。这个同学想想是不是我们的词法分析啊？所以我们就是干这个事情嘛。好，有这个是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又想，哎，我们不是起先用了一个有限这个正则式，不是来描写了我们的这个构思规则嘛，是不是啊？我说标识符是什么，不是也一个式子来描写它的吧，用正则式来描写了吗？哎，所以感觉到这个词法分析里面的这个识别啊，是有两个东西同时在管这件事情。一个正则式来描写是产生了这个一个单词，而这个有限自动机它来识别你这个单词符号，是不是这样说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了这个词法分析。所以这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的，这叫阴谋叫阳谋都可以，就是要说清楚这件事情。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定理来表现的啊，这个结果是这个定理来表现的。他说如果一个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啊 DFA M 就是这个自动机 M 啊，它的输入字母表为 Sigma， 那么我们也就称M 呢是 Sigma 上面的一个 DFA 啊，就是说首先是输入字符要确定，输入字符要确定啊。同学们想想输入字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在我们 C 语言里面输入字符是什么？ C 语言里面输入字符是什么？输入字母26个字母是不是0到1？是不是就这几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实际上这个输入字母表啊，就是我们构成五类单词里面的它的一个个字符，就是允许你写原程序的那些个符号，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嘛，就放大了是这个，因为你写这些东西都要被我们这个自动机识别的嘛，
不仅是我们识别定义符、字这个运算符，你还要识别它的这个运算符、介符都要被识别。所以说，你写程序里面允许你写进去的那些字母，都是我们的输入字符啊。放大的是那么大啊，这大家。好，下面的结论很重要啊，结论很重要，可以证明 Sigma 上面的一个字符集 V， 这个 V 是什么呢？是 Sigma 星上的一个，是在 Sigma 星上的一个正规集的话啊，是正规的话嘛，就是正规集了，就是 V 如果是 Sigma 星上的一个正规集，它的最终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如果是正规集的话，它的最终必要条件呢是这个正。是存在 Sigma 上面存在的一个自动机 M， 这个自动机 M 所接收的那些个字集是这个字集和这个 V 呢是相等的。那么我们简单的说这句话，你这个从同学们这个念起来的话不太好念，我们把它的含义说一下。含义呢就是说，我们有个字母集，有个字母表 Sigma，有了 Sigma 嘛，自然就有个 Sigma 星，有了个 Sigma 的话，只有这个 Sigma 星。Sigma 星啊是大的不得了， Sigma 星里面呢有子集，有一个子集啊叫 V， 这个子集是 V 啊。假如说这个 V 是正规的话，就这里面就可以画作，就是子集量非常非常多了，是吧？我 Sigma 星很厉害嘛，那可以跟子集嘛可能有无穷多的子集，是吧？好，某一个子集说，如果我说你是正规的话，哎。那有条件，有个什么条件呢？就是说我一定呢会在这个 Sigma 上能够造一个自动机出来，这个自动机它接受的那些个这个字串的这个集合正好跟你相等。再说一遍，就是说有一个 Sigma 呢，就自然有个 Sigma 星，对吧？有个 Sigma 星。好，现在我们画一个 Sigma 星。这就是 Sigma 星，当然了 Sigma 呢可能就这么多，这对不对啊？ Sigma 比如说我们 Sigma 就是这个零 AB 零一，就四个人。哦， Sigma 星就了不得了， Sigma 星里面呢特别的呢有一个空串，然后呢有这个 AB 零一单个的，还有两长度是二的，对吧？长度是二的和 ABA 零 A 一 B 零 B 一 B A， 还有两个的，有三个长的，四个长的，还有无穷长的，对吧？都在里面，那就是构成了 Sigma 星。Sigma 星里面呢，至少有很多的子集啊，有各种各样的子集。这个有一类子集，或者说子集还不是一个，有一类子集，其中的一个这类子集里面呢，比如说有一个子集叫 V， 这个子集啊。这个子集是什么呢？这个子集说自己我是正规的，我是正规集。那么它是正规集的话，那必然它是谁生出来的？是正规式生出来的，是吧？它是正规式生出来的。是正规式生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同学们在前面再回忆一下，这个集合是怎么来的？在元素是正规式一个个把它生出来的啊，生了一个正规集。哎，他们要说这个定义是说什么事情呢？嘿，你在我这个 Sigma 上面要搞出个正规集来的话，我说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是啊，我在 Sigma 上面，我一定能找到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什么呢？叫 DFA M， 我一定能找到这个 M。这个 M 什么是这个有线断线自动机的？这自然已经有定义了，这个定义就是我们前面那个五条嘛，五元组嘛，这个定义说这个唯一能找到它，这个有什么特点呢？哎，在我上面能够被接受的那个全体继承这个 LM。 什么就是被它接受的全体啊？就是能够从我头，从我这个机器，这个假如是这个机器，从这个头定进去一个人在这里说你是谁啊？哦，我是字母，好，你过去吧。你是谁啊？我是字母宋传，这还在这儿。好，这是什么？这个停了，这个不是了，就到了这里来。好，把这些上面的人收起来，
出去了，不是是一个字符串了吗？这个从这里到这里进去一个丢到这个里面来，进去一个丢进去了，把它丢进来，这些人的全体啊，哎，跟这个集啊，完全是一样的。它中必要条件，或者呢倒过来呢，就是说这个正轨集啊，你如果这个里面是正轨集啊，我一定能找到一个 M， 这个 M 呢，它被接受的全体就是你。这两头是充分必要条件。那么有了这个条件以后呢，那就使得我们今后来设计这个磁化分析器啊，就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啊。那同学们先把这个能够把它理解，把这个定理能够理解，对吧？把这个图能够理解，我会再说一遍，反正你应该打过了，这个无所谓。就是有个 sigma 字母表，有个字母表呢，必定有一个sigma 星。这个sigma 星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集合，那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正轨集啊，也有啊，是吧？还有其他正轨集，知道这里面的凡是它这个里面的正轨集，它一定有这么一个性质啊，一定有这么一个性质。说一定有什么性质呢？对于你的话呢，我一定能找到一个 M， 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这个有限状态机它能够接受的这个字符串的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是这个，就是被 M 所识别的这个全体，这个全体跟你这个集合是一样的，完全相等的，对吧？这样推过来和这样推过去都是一样的。好，就那就讲到这里。